操，虎哥你没续费，虎哥。操！我又想吃那个，我又想吃那个羊排和那个羊肉汤了。我操！这样这样，虎哥，我没吃晚饭，你 Richmond 买点东西来我家吃怎么样？行，不用，我可以买回来自己吃。我想跑那么远呢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对啊，虎哥，我现在是在等你。我喜欢众乐乐，我喜欢独乐乐。哎，这么还有下虎哥。这晚还有羊排吗？我今天做牛肉，虎哥，你来不来？没有，饱了，我要减肥。哎，虎哥，明天吃不吃？明天吃吧，虎哥。啊，可以啊。今天你来不来？羊汤。你今天有空？中午十二点左右就可以应该。那然后呢？你之后有事吗？啊，我好像明天我也得上班吧。哦，那不行，那算了。那我要上班明天。还不理我，我想着直接去踢球，我可以接着你，你自己回家，你看着办怎么？这个狗，啥？我刚看一下。我肯定可以去接你，但是我不负责送，你到时候随便给一辆车就好了，那么多车。嗯。你让 Timmy 送你呗，也行啊 ，Timmy 回来踢。我到时候去接你，吃个羊排，然后踢球，然后 Timmy 送你回家。完美。冲啊！明天是不是没有班啊？没有什么？在问兹拉坦，我是不是没有班？班是什么？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明天有没有事？我需要上班。Shift。他好像没我的班。Shift 间，你的键盘有啊？没听到他说啥。他俩说话好轻啊。哎，我说 Shift 间，你键盘有啊？一对，第一次落人了，他太不容易了。我操，提米一来，我们怎么运气变差了？在这里还落人了。对啊，怪我了。没有吧？没有人吧？有。OK。那肯定怪提米啊。需要搞他了。好像就一个是吗？两，嗯，对。然后隔壁的那个外面的。哇！操！我他妈一把小手枪，他一把 M4。这能炸死啊！漂亮，好枪！对吧？对，右面，你的右面。好的，目标可以。我操，这年代他妈有点猛。很长了，那个人还有一个的。是，这他妈的，我跟你说了，提米，你的右边好像是个机器人，感觉。我操，机器人！我又被机器人补死了，我操！没死完吗？我又被提米的机器人补死了。我给你标的点是另外一个人落的地儿。啊，换把枪，这人早死了。这你妈这屋子，他是个机器人，应该是啊，不是机械，不是。他跑步一会儿，我听到一点脚步的。我操，没子弹了。你先回去那个啥，我给你炸了。哦，这是你的脚步，傻子。不是我的脚步，这不是我的脚步。你在我旁边啊，不是吗？不要，他是压着脚步的。我感觉刚刚是脚步，不是我的脚步。
我也听到了一个。这个是我的小伙伴。哇，没打死那个人，我操，气死我！我觉得是机器人。没有药啊！我操！我有，喏、哦，兄弟上。因为我们打他去，给兄弟报仇。我这是把步枪的人就死了，我他妈中路枪打了他超多枪他都不死。还是有人的附近呢，或者是从那儿来的方向有可能。不，你不用看啥，因为。奥斯卡已经从这儿走了，他应该要是有人早打他了。那咋办？我们退吗？还是玩？你们可以用手榴弹直接死啊。我觉得出去找，哪怕就送他妈的也好。绿标的蓝点也是有人的，也是弱人的。之前我看到。对，我看到了一个红色伞。你就找嘛，你们就去找他也行啊，不需要在这儿纠结呀、啊。这么绕，容易被阴死了，你就出去打。我就想着跟他被阴死呀，你们都死了，主要是。大不要捡了，你跟着你的队友要及时去打，他既然已经去打了，你要及时跟着他。就算没子弹了，你也要先跟着他。没子弹吗？怎么闪？有子弹吗？有。OK， 那应该送完走了。哦，毒来了呀！走了吧，应该。走了，你们俩互相开一剑，我们俩对着墙开一剑，然后嘣，都能炸死。你想死吗？别！我们俩在房间里面，他拿那个轰一下，我们俩就进墙。来，你进去，我们看一下。轰他丫的！我操，不听话！来，哇！快乐的至极。怎么样？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干他一炮！提米没看到那个人吗？没。其实我跟提米一个人打正面，一个打背面。我看到他跑了，之后白色衣服那个是吧？你们强退了没有？我操！打死他，那个我就不会死。你明天有班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？是，咱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安排表吗？是啊，有啊。是几点啊？我是3点的，不知道你。哇，那天你明天能踢球不？能啊，6点踢球吗？对。胡哥有吗？那能吧，我得问。那胡哥你在干啥啊？那你能准备吗？我刚刚秒退了，我再开。啊 ，OK。给你一点耐心，好吧？你续个费，好吧？去，五哥，真没开过啊！
十一把剑。我那把有他妈的妹控，知道吗？那妹控贼牛逼，加上八倍金以后。妹控是什么？不是把空投的狙枪。MK14。都着急，快点。麦克说话。明天不能迟到哦，虎哥，你知道吧？你最喜欢迟到的。我他妈的那天，我操！你迟到，你就可能自己一个人去踢小门了，没人陪你的。几把玩意儿，我操，这么慢。嗯，有人吗？有，哥，两个。怎么了？我们比没比他们慢很多呀？你自己看，差不多。现在他妈现在落地了，我们还在飞呢，兄弟。什么？我落地了呀？快了0.5秒。哎，完了，没枪我。没有呗。有啊。两个人都在大房子里的。啊，你装什么？哎，他们还不是一队的。我觉得是不是两个他妈的机器人啊！我操！以身试法，虎哥。啊。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，虎哥？又要怎么去试啊？听声音怎么感觉像两个机器人？跟我后面是哪个畜生？我操！我操！我的锤波！我操！你跟在我屁股后面，你想拿到东西？二级甲。虎哥，我跟着你吧。我怕你死了，慢点，你慢点行吗？他没发现我呢，我这下子离我远点，离你远点，什么意思？叫离你远点？我想帮你。知道不是，你离我远点是你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架枪，分散他们注意力，懂？不懂。是真的。没事，我们相信虎哥，虎哥他左边走了，我看到了。左边是里面还是外面？左边在我那边，在我正前方。啊，他几枪？这不是倒了吗？嗯、没有。哎呀，你又挤我的位置，我。啊？我又不说话。嗯、对啊，真的是。打到一个，大厅里面正在过。打两个，
打两个，打两个，最后一个我打了两枪。右边，右边，对面对角看到没？看我方向在哪里？你的右直走，你得过去，过去。黄点应该是精确标，黄点应该是精确标。拉坦子跟着他，漂亮。还有最后一个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我补死了一个，退房子了，退房子了。对对，他补死一个。你打，我以为是你打站的那个就好了。慢了慢了慢了，都已经扶起来了。没有扶，没有扶，还没扶起来，我看得到。在哪？过去右转，就这个路口右转。右转。对对对，房子里，房子里。我操！你们怎么都打倒的人啊？你们打站着的人啊？没有，我他妈刚没切那个。虎哥，我感觉你要爆下点啊！你打倒人，你都不爆点，在哪打到的？你我都说这个我没法爆点啊，关键是啊，让你给我倒了你就说了吧。等等等等等等一下。哎呦我操！可惜，哎虎哥，你不是后面倒了，说你爆了呀？你爆了中间，我都听到了，我才去的呀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，需要去我这儿，你懂吗？你不能跟我贴着呀，你跟我贴着没有用。贴着不是，我说你倒了，或者你打倒人了，你爆一下，在哪打倒的，或者你这被谁打倒的，你说一声，你懂吗？你后面说了，我就帮你了。我打倒了以后，你要绕，我的意思帮你。不是对啊，你要我要绕，我也知道往哪绕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你要爆点，你爆点我才知道怎么帮你。你没有爆点刚刚，不是，你被补了，他补死了之后你才爆的点。是，那你也得爆个点，你帮不忙你都要爆点。三个人，你死了之后，你死了之后不是爆了吗？你说中间打倒一个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可以帮你了，我就去打倒两个了呀。你早点爆啊，你就不会被补了呀。或者我就跟你一起死啊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那个就不指望着你们救我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那你也救不救你都要爆点，真的，你得爆点。你打倒在哪打倒的？你说一声。我都看到那个标了，然后Timmy那边也打了，我都完全不知道人在哪里。你报一声吧，你在哪打倒的？你能说出来就说出来，因为你后面说中间，我就完全懂在哪里了。那我就过来帮，把那两个人干倒了呀。你早点帮我，早点帮你，可能就不被捕了。你要让我防防，我打倒是因为你完全把我的位置给占了，我得撤，我撤的时候被打倒。啊？好吧。我为什么要移动？是因为你把我的位置占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得要移动。我一直卡在那，其实是能卡住的。就是你过来。啊 ，OK OK。那我就只能移动位置。这是不同的问题。我的意思是你要爆点，你的意思是我别靠你太近。OK OK， 懂我意思了吧？我知道呀，行，要让我缓缓啊。OK OK， 下次不靠你太近。行，我是我的意思，离你让你离我远点，是说我们不能架同一个位置，你懂吗？没有，我行，知道了。你需要绕，你要通过判断脚步，你要去绕，可以哪怕从后面的墙外去绕一圈也可以，但你不能跟我站一起。站一起的话，我退，比如说我被打了，我退，你都是把我卡死了，我都没法退。哦，我没跟你站一起，那倒没有，那还真没有。那站你旁边。那我一会儿给你看回放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真可以去看回放。你倒的时候我在 Timmy 那边。倒的时候是我
我就是因为你到了我的位置，我才换位置。哦 ，OK OK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好吧？然后你先打打人，报个点就好了，真的，你打打人，你报个点，你别死了才报就好了 ，OK， 没别的问题了，下次我知道了。哟，有人，我告辞了，对不起，告辞了，虎哥，关上麦了，看着还好，看着还好，我看着还好，没那么恐怖，没事没事，我打得出来，我只能点到枪了以后，你们只能慢慢架，你们不着急冲，你要着急冲，那我就没办法。我操！我墙外有人，我没枪，我心态崩了。我实在不行，就爬到墙外趴着躲起来。啊！没枪，运气不好。哇！哎，哥哥又是个什么鬼啊！我去！加油！哎，快把我杀了吧！有没有自杀键，虎哥？没有。操！那我他妈的不能观战。听你开了，听你这样，你开车，你去。啊、哦！天哪！可惜。我想撞他们，没撞到。为什么要去撞他们呀？他们四个人打你一个车呀？他刚才在打小姐吗？我在撞，结果他跳到那个红上面。哎，躲起来了，他们肯定不知道。难救，难救！我在这死了。但他们就舔不到我的包了。你要好东西吗？两个狙击枪，扩容。五哥，我听到我右边有脚步，就是。是我上去动。一百方向，我房子里两个人至少，房子里至少两个人。我死的正脚上有个人，刚刚漂亮，我操！喷子，虎哥。杀了一个可以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报仇！我操，秒换手枪就把那个人给补掉了，我操，心态崩了。虎哥为什么换的这么快？换枪？虎哥 coupon 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游戏里的 coupon 什么游戏里 coupon？ 这个游戏，这个 PUBG 里的游戏里的 coupon 有什么用？就是那个券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，我都不花钱玩游戏的。不，没花钱，就是他送了我三个券，我不知道能干嘛。买东西呗。买东西，对。我反正不知道，我也不用那玩意儿。买皮肤。哦，那我等下试一下，买一个那个。十字弩的皮肤给少杰吗？捡完就给少杰是吗？可以，对啊，给少杰。少杰刚刚就拿弩啊，干嘛换枪了？我操我感觉那一下弩不太稳啊，但感觉好像还不如拿弩。结果来说是拿弩好，弩很好用的这个距离。但是弩需要那个
别枪了。这个距离要什么？要抬吗？刚刚这个距离都要抬吗？不用这个距离，刚这个距离不用抬。对啊，不用抬的很好用啊，射速也够了。射得进啊，有点难呀、啊，人家枪嘟嘟打你的时候，会抖是吧？它容错率太低了。COD 里的弩很强的 ，COD 里弩，守房子我操，一弩就一个，我去。大家肯定看了吧？刚刚少杰就是在卡视角，以后也可以这样卡视角了。少杰走了，好像有点早，哎，不对，可以的。你们都要海景房、啊？去前排。我都行，这里很肥的，怎么收都能养活四个人。有人吗？哦，有人，右边两个。哦，有。哎，集装箱那个大厂三个，四个。我这儿有一个，后面有个，拼图楼有一个。我们一起去干拼图楼的好不好？他的队友全在马路对面。不好找他啊，拼图楼太高了，太大了，朋友，太大了，不好找啊。你这三个一个一个房间冲啊，算了，你花时间很久啊，我觉得花时间很久，我觉得你就胆战心惊的搜，反正就这两种选择，不管。脚步，我这房外有人啊！你在哪？哦，出去了。我。打倒一个，我不管他，我先把他补。我送你右边的三幢。我这边你没收过是吧？一栋都没收过。收了，靠中间一栋。OK。什么意思？抢我一栋？你个狗东西！妈的，我他妈以为没人，我操，算了，然后我看没人跳右边，我就去右边。你小心啊，我旁边有脚步。是啊，你那边有人啊，我觉得。没人，人倒是没有，但是有脚步。你妈逼，这种也搜过了。没有，我搜一栋，没中间那栋不是我搜的。这好可怕呀。中间那栋门被开了？没有啊，好像没有。妈的，三级侠，我操！谁的脚步？你的吗？我的，这是我过来了。你来干啥？我来把你的最后面的洞搜了呀。那这抢回一洞是吧？妈的！思路清晰。四号呢？哦，砸他。我也来了。
我也来了。哇，你这边三个比我那边三个肥啊。好啊。M4 车王，他妈的，这不标配吗？我操，朋友。二倍镜有人家吗？毛啊！我去那个虎哥那里了。虎哥说你遇上了、啊有人，在这个拼图楼某栋楼二楼。拼图楼某栋楼二楼，出来了，底下很黑。我操，三倍镜是真鸡巴难验。死了？死了。还有队友等一下。这是机器人。这是真人，可惜老子三级甲，我操。对，就是我让你们打的那一个人。没事，他已经是个盒子了。冲冲冲！六连六连六连，走！我、哦、这个人真是傻逼了，要动脑子。背后有人、啊？杀了杀了！牛逼啊！帮我找个锤我兄弟！你妈的，这他妈谁他妈有关门这个狗习惯？虎哥，不见，在说啥？你关的门吗？听不见 ，I cannot hear you。他妈，你狗东西还关门，我操！不能怪我啊，这个是你攻击。有没有二级头啊？我二级头爆了。这全是，对吧？来。我想要个握把，我想要很多的握把，我想要两个握把。我这房间有一个拇指，有个清醒。我都不要，我要直角或者锤握。哇，要求很高呀。那必须。我就错了。我操，哪来的到处都是头啊？我没看到吗？我怎么一个没看到？是，就你刚宿舍隔壁啊。哦，看到了，我操，两个头，牛逼！车，车，在找呢，在找。然后走了。是一堆用那个集装箱那边落人没？落了。OK。我好穷啊！四个集装箱有四个。嗯。有可能是开车跑的这个。好穷啊！小杰。失败了，我操！就他妈看到了，我操！干了他两五六，五五六没有用啊！我要锤握。操！刚差点就被那逼他妈打死。就是为什么我说想着他一个人，他队友全部在马路对面，我说咱们一个一个楼清。不，但我被他打死的原因是我他妈上了三倍镜，我不知道。开个镜，妈突然间变大那么多，我屌你妈，这枪没法压了。车神。没有吧，飞机声吧。没有车神，有车神。这里落过了人，朋友。对
对，这里搜过了，搜过了。我是捡别人捡剩的东西，看有没有好东西。这个哎有啊，快酷啊，朋友。对对对，我不要的。我还个步枪屁股，真好。很瑞士啊，我操！这还关饮料？你想干嘛？没东西了。赌一下，你看聪明吧我。没什么子弹，少侠分我三十发，五六。要啥？三十发，五六。给你个好东西，来来来。这他妈有屌用啊！这个握把。好吧。哎呦我操，小逼崽子跑挺快，啥都没，我操！哎，发财、嗯！搜到啥了？小秘密。三级头还锤我？小秘密。什么圈？哟 ，SLR 有没有人要？我操，来了！车到了，防区防区，给你们标点。看到了，打了。打呗，你想打就打。一枪头。SLR 我来了，二楼吗？对，是不是有人把那个14给拿走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在哪儿啊，少杰？就门口啊。这里啊，大哥，这里啊。哦 ，sorry。这下。M 四屁股有人要吗？有了有了，还真的有人把我的 SPS 给拿走了，不是 mini 十四。我们好像要进圈呢，我操！嗯？我们好像得进圈。跟我去开车。我只看到了越野。你妈！我操，那个车他妈的被卸开了！我走。我虎哥老开那种没轮胎的车。你干啥？这个爆胎没法控制。哎，有人。打不过，走走走。哪儿哪的人？前面假车库吗？对，假车库有人。干他们呀！他们要进圈的，去那堵他，去那堵他。哥，虎哥你在干啥？来开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打拐弯试试。真是不好开，没法弄。假车库没露头啊？往山上走吧。这不把假车库架死，我操！妈的，搞死他！假车库那边一辆车，你看到了吗？把他胎子打爆，你能看到他车把他胎子打爆？哪有车？假车库，哦、看到了，上面已经打爆。
我操，确实有点难啊。十八倍镜，但是我没有。爆了一个，爆了一个台了。就是刚刚那个。吓死啊！那这假车库人被我们。好了，台全爆了。两个台，爆了两个台了。我操，吓死假车库。虎哥，虎哥，我来跟你换，我有四倍镜，给你换个八倍镜，我拿去的。啊，没问题。这样你也可以打远的。哎，另外还有个车。另外一个车走了，没事。我们在冲。开车走了，他们。不，他们有人朝我们来了，好像。有人朝我们来了，有人朝我们来了。准备好打，把车打开，不要犹豫打。那、哦、我在这儿。脸上，脸上，别冲！下车了。右上，右上，右上 ，S 一方向，石头那里有一个，有个拉右边了。哎，前面一边这个人偷死。他们是挂，我觉得他们是挂。他们的战术可以了，拉开了。觉得他们哎，他们从全部举报，这帮人偷师，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开车，然后专门就在这停了一下，然后就在那，我全程趴着呢。他应该来说是正眼看不到的。这是中国人吗？知道。PPA Chicken God。这不管，就四个人全部都举报。这是韩国人啊，好像。呱呱，不是，你看 S E 呱呱。哇，这些好恶心啊！怎么开挂的全中国人啊？对，亚洲区为什么不玩亚服？就是因为亚服全他妈都是开挂之间的对决。你看啊，他们是从那个……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从听到枪声了吧？有可能，因为我这里开枪了，打轮胎，有可能吧？我在说，不是不是。我说挂是因为他听到枪声是很远的地方，你们还没来，我是藏在那个石头后面的。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开车上山，然后再反斜就停下来了，他没有冲过来，停下来然后下车来打我。啊，那一个人拉左边了，拉的还挺好的。是啊，拉左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对，拉的右边应该是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他不可能那么远看你的。反正举报了，是挂他就会被封的，不是他就不会被封。